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方广佛华严经》摄注品第十五、第二。至地住，我们学到最后一段经文，圣经，那么在学习这一段之前，我们先谈谈净土之规的十种无碍。我们学过前面七种，现在从第八看起。第八，广狭自在，尘通法界，刹不离尘。这十种自在，都是帮助我们看破的。十种自在呢，也都是化身菩萨了，他们所证得的，帮助我们放下执着。分别妄想有大利益，广是讲的佛刹，一般说呢，三千大千世界一佛刹，一尊佛的教化区。下呢，是讲一微尘。今天我们所讲的基本粒子，就是物质基本的一个单位。这里注解的是尘通法界，刹不离尘，这是诸法实相，我们一定要知道，而且呢，要时时刻刻都能提得起来。他就能帮助我们放下了。换一句话说呢，帮助我们呢开智慧，帮助我们的清净心。我们学佛，经历了很长的时间，也用了不少的功夫、时间和精力，可是始终我们的境界不能向上提升，没有多大的进展。原因是业障，这个东西把我们障碍住了。业是造作，业障的由来是不明了宇宙万有的真相，包括现在哲学家
科学家，乃至于许多宗教家，千百年来都在探讨一个主要的问题：宇宙是从哪里来？一直到现在呀，都还没有定论，有许许多多的推测，没有定论，这在佛法叫迷惑。从迷惑就产生错误的知见。有错误的知见呢，我们就会做出许多错误的行为，这叫业。行为的结果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叫业障。由此可知，消业障，消除业障。断烦恼要靠什么？要靠智慧。佛法说得好戒定能帮助我们除烦恼。也就是说，控制住业障，不能够消。这个消除，不能消除，一定要智慧现前，完全通达明了，诸法实相，这个障碍呢，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一切诸佛如来。自性化他了，总离不开戒定慧三学。我们发心学佛，如果不从戒定慧三学下手，那你就是不得其门而入。别说修几十年呢，修一辈子，乃至于生生世世，累劫修行都不能够入门。这个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可以说一点怀疑都没有。人是由前世由来世正如经上所说的，过去无始。未来无踪这是事实真相我们在无尽时间里面造作善恶的。夜袭招来轮回的果报这个不是迷信那么现代人想学科学。
三世轮回，居然在近代被这一些科学的学者证明出来了，他真有，他不是假的。我们看到西方许多科学报道，有同学收集这些文字，报告的文字，中文翻译的。有不少这样的书本，我也看过。现在还有一些这些书本呢，我放在美国达拉斯的道场。那么最普遍的是西方的催眠术，在先前这个时代，所谓神经异常的人，越来越多。于是，在近代这半个世纪，出现了心理医生。这种疾病呢，是一般医生无法治疗的。它属于神经科。不是生理的，是属于心理的。西方的医学，还是偏重在物质，所以生理的，他们有方法治疗，精神方面的，心理的，他们没办法。这些心理学医生呢，也很聪明，偶然从催眠里面得到信息，什么信息呢？这个病人呢，病因从哪里得来的？这很多病因呢，都不是这一生的，与前世有关系。前世不是讲一世，讲到很多事。我们听到美国卫斯医生的报告，他曾经有一个催眠的例子。这个被催眠的人，回到过去几百世，时间呢，大概有4500年。那个时候，还是上古时代。问这个催眠的人，你住在哪里？他住在洞穴里头，还没有房子，在洞穴里头，能够有这样深度的催眠，他把他生生世世都能够说得出来。那么用录音机把它录下来，等他恢复正常的时候，让他自己去听。他的问题终于被找到了。找到之后他心开意解，不再有疑惑了，不再有忧虑了，于是
很容易的，它就恢复正常。啊，这个病啊就治好了。啊，那么这种方法在欧美现在非常普遍。啊，在东方我听说，啊，在中国、在日本、在韩国、在台湾也都有。啊，我们也不妨去做个实验。我看过做催眠这个事情很安全啊，不至于把你送走以后啊收不回来了啊，这个例子还没发生过啊，都能够安全地回来，就让你醒过来。真的有过去时啊，既然有过去，当然就有未来，这肯定的嘛。我们对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我相信很多稍稍有一点智慧的人，他就会想到我的生命是永恒的啊！催眠给人这个信息，生命是永恒的，你根本就没有死过啊！生死是身体，催眠让你回到过去的时候，不是身体回到过去。那么我们人生在世最大的恐惧就是怕死，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晓得你没有生死啊，你对生死就不再害怕了啊，是一个生死呢又是一世，那我们一定会想到，我想来世应当比我这一生当中要过得好一点。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念头。啊，怎样才比这一生做好一点呢？答案很简单。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如果人人这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与德行相应，这个人来生是大富大贵呀、啊。如果与信德相应啊，这个人来生呢是升天堂啊，他不会在人间呢、啊，人间没那么大的福报。啊，他心量拓开了，他眼光远大了，绝不斤斤计较现前。啊，我们现前烦恼多，忧虑多，疾病多，这些原因是什么呢？中国老祖宗，这是中医说的，未曾用催眠术。我们老祖宗知道，我们身心的健康与德行有关系。所以《左传》里头有一句话说，人气长在腰心啊，长是什么？长就是德，五常
是五种性的人必须要遵守的。为什么？你身心健康啊。古人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这个德行是修身的，身心健康啊，你家就齐了。这个齐是你家就兴旺了。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品德的修养成正比例。啊，五常这基本的这个道德观念，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我们有没有用真心去爱过别人？啊，爱人是你的天性，是你的性德。那不爱人呢，那这个德就没有了。啊，不是没有了，是你疏忽了。啊，人在我们身体内脏里面的对应是肝脏。啊，不知道爱人的人，自私自利的人，肝脏就有毛病，就不健康。啊，义是循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合理合法，这就叫义。啊，不义的人，就是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情理法是相违背的。那不义的人，义对应内脏是肺。那换一句话说，你肺一定出毛病。啊，礼礼是谦虚恭敬，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啊，如狂妄自大傲慢，这无礼。啊，无礼的人心脏一定有毛病。五常第四个是智慧。智者不惑，不迷惑。迷惑颠倒的人没智慧啊，他肾脏就有问题。幕后一个字是信，诚信。啊，对人要真诚，要讲信用。如果没有诚信，没有诚信是欺骗别人。他的脾胃就有毛病，所以我们内脏一生要是出毛病的话，你就好好的去修这五个字，这五德啊，认真的去修仁义礼智信，
怎么个修法呢？给诸位说，全在《弟子规》里头。真正把《弟子规》学好了，通通落实了，你身体里头本来有疾病的，自然会好了。这个好，真正好的中医啊，他懂这个道理。药物对你的帮助只有三分呐，七分是你觉悟了，你心态转变了。我知道无条件的爱人，爱我。人民爱我。我懂得道义。我知道谦虚，我知道尊敬别人。我不再迷惑了，我不再欺骗人了。你的内脏里面的问题，通通可以恢复正常。这些道理呢，我们这个十条里头通通讲过。组成世界的是什么？世界是什么？是星球，是星系。它是什么东西组织的？在佛法里面讲叫微尘，现在科学它不叫微尘，它叫原子，叫电子，叫基本粒子，叫夸克，名字不一样啊，跟佛法讲的是一样的，一样的东西。这是极小的物质啊。我们的身体是这些物质组织的，我们居住的这个地球也是这物质组织的。太阳系、银河系还是这些东西组织的。这些东西千变万化，它听谁的呢？听信息的。信息是什么呢？信息是我们的念头。它的离体是什么？离体是能量，科学家讲的场能。在我们佛法里面讲的叫法性。法性能生能现，性息能变。于是我们起心动念太重要了，起心动念不能不善。比善更好的，起心动念不能不净，清净净念比善还好。为什么呢？善念呢，你只能现善道，三善道。净念呢，净念现一真法界。净的对面是染呐，染污啊，染污里头有善恶。净里面没有善恶，那么有善恶就六道就没有了。所以，四圣法界
是净土。对六道轮回来讲，六道轮回是染污，四圣法界是净土。为什么？那个里头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它只有念头没断，这个念头是很细的波动。其实分别执着还是波动，那个波动的幅度大了，像大风大浪啊！你看到波涛汹涌啊，那不平静的，那是六道轮回，大风大浪，四圣法界呢是微风，细浪，你看到是净土。他还有微细的念头，那个微细的念头也是断掉了，就回到一真法界了。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说报到报庄严十宝庄严土是怎么样形成的呢？还是物质能量信息啊？那个地方啊，他们的组织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完全是健康的。我们中国古人所讲纯阳之体，那个世界是纯阳之体，所以这里给我们讲的是尘同法界，差不离尘。这个事实真相啊，你一定要知道啊！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尘同法界。这一句话很难懂，下面好懂啊！这个地球什么？地球是微尘聚集的嘛，而形成的嘛，这个容易懂。尘同法界不好懂，为什么？尘为什么同法界？法界是虚空啊，无量无边啊。因为那一粒微尘啊，我们佛家讲微尘，科学家讲基本粒子夸克，它的体是自信，是法性。那它这么小的东西，它什么？它那叫法相。法性没大小，法性没有先后，没有大小，就是没有时间。这个没有空间。没有先后啊，就是没有时间。空间、时间没有了，这才叫同啊。它跟变法界、虚空界是同相同的，也就是说法界、虚空界里面的信息，全都含藏在里面。我们《华严经》上讲的很多啊，正报里面，佛给我们讲的毛端，我们这含毛端，这很小啊，又讲到毛孔。那么现在科学讲的是，我们就很清楚，细胞是怎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是原子组成的，
原子是什么东西组成的？是电子核子组成的。电子核子是什么东西组成的？是粒子组成的。粒子怎么组成？那里是基本粒子，夸克组成的。那所以我们人身体这个肉身，就是一大堆的这些电子原子组成这个样子啊。我们心地清净，组成的是健康的样子。我们的心染污啊，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这个组成就是不健康的，就这么个道理。每一粒微尘，那我现在讲每一粒夸克，每一个基本粒子，里面都有圆满的信息。这种信息啊，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说了五句话，第三句所说的，他说：“何其自信呢？本自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信息，本自具足。啊，科学家讲信息，佛法讲的清楚。啊，像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呢，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个就通通都包括叫做信息。啊，也就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无量的才艺，无量的相好，都在这一微尘当中。法界不大，啊，变法界、虚空界、虚空界不大，这一微尘不小，没有大小，啊，完全相同。这个是难懂啊。现在的科学逐渐逐渐的发展呢，与这个越来越接近了。啊，我们从近代来看，诸位就能够清楚。啊，你看这个电影。啊，我们用电影来说，啊，50年前，电影的摄影机、电影的这个胶卷，这样一大盘一大盘，都笨重啊！啊，在外面拍摄这个画面，啊，进步到今天用数码了。啊，数码上用的这个词，这个词碟片，啊，晶片，像指甲这么大，就能够容纳好多部的那个电影片。这个变越小了，这说明说，这一个小的晶片呢，里面可以容纳很多东西。啊，我看到一个小小光碟，大概这么大，啊，跟我这个放大镜差不多大的是。里面是什么东西？里面是一部啊，大阵仗啊，啊，日本的大阵仗啊，摆在书架上这么厚啊，一百册，它就容纳在这么一片里头。我相信，再过个10年、20年之后啊，可能不必要这么大了，大概也像指甲那小的一个晶片，哎，就足够了，可不可能？当然可能。为什么呢？佛讲的那个
一微尘呢，那比这个小的太多了。这指甲我们看得到，摸得到啊。微尘我们看不到啊，我们也摸不到啊。它太小了。啊，高倍显微镜底下才发现它，才看到它。它里面含藏着信息，是变法界、虚空界的所有信息都在里面。那我们今天指甲这么大的，能够藏一部大藏经，这算什么？啊，这个要跟我们本来面目相比，差得太远了。啊，在《华严经》里面说着“大小宝儿”，没有大小啊。啊，那么这里广就是大，广大；狭就是小。啊，自在了。啊，大中现小容易，我们容易理解；小中现大，我们就不容易理解了。可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微尘里面有世界，有什么世界？跟我们现前这个世界一样大，是在微尘里头，好像它缩小的缩影在微尘里头。啊，微尘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哎，微尘里头有世界，那个世界里头还有微尘，那微尘里头又有世界，有没有尽头啊？没有尽头。佛给我们讲这个境界叫不思议境界，你没有法子去想象，你决定想象不到，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是诸法实相啊。这个境界有谁进去啊？多啊，多得很啊。普贤菩萨常常入微尘世界，而且还不可思议，一如一切如。普贤菩萨入这一列微尘时，每一列微尘境界里都看到普贤菩萨，就像《华严经》末后所讲的弥勒楼阁一样。真的是无比的殊胜庄严呐！所以我们每天拜佛，先在加上后头加上一句啊，啊，要拜什么呢？要拜十方刹土啊，微尘法界啊，微尘里头有法界啊，是一不是二啊。啊，你是入这个境界，绝对不是四圣法界里面的三乘，啊，声闻缘觉菩萨了所能够理解。这一段给你讲广厦，你入这个境界之后，你现身
绝对不止孙悟空七十二变，那个是太小了。你能够现无量无边无数的身相，而且怎么样呢？应以什么身相，你就现什么身相，不是自己的意思，自己没有起心动念。每一粒微尘都有啊！这是什么？自性发而如是啊！不思议的境界。这在佛法里真正可以称得上叫得大自在。很不幸的，我们现在迷失了自信。那我们要问，我们自信里面的广狭自在，它还在不在？肯定在。它随，是不是随我们迷悟产生变化？诸位想想看，会不会是我们迷了，好像他也迷了；我们觉悟了，他也觉悟了，是不是这个现象？我们想，不应该是这个现象。为什么？我们的迷悟不是自信迷悟。自信哪里有迷雾？能大师说得很好啊，何其自信，本自清净，迷是染污啊。本自清净，他根本就没有染污过，本不生灭，本无动摇。本自具足，能生万法，这是自己的自信啊！能生万法里面有千差万别，那个是有跟迷悟有关系，它的能现、能生与自性毫无关系啊！关系只是能变的，能变不是真心，能变是妄心啊。妄心是阿赖耶，真心是四智菩提呀。法相宗里面所说的，转八识成四智。四智是不生不灭的，那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了解八识，所以能变，十法界一真庄严是阿赖耶变，不是自性，自性永恒不变，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所求的就是回归自性。回归自性，大乘教里面说起来很简单，只要你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就回归了。你现前一下放下，那叫什么？顿悟、顿超。所以凡夫成佛需要多少时间呢？一念，一念转过来就成佛。
难在什么地方？难在你这个念放不下了，你不肯放啊？为什么？迷了，迷在里头，把这个东西当真的。这个念头就是我们常讲的起心动念。这个念头非常非常微细，弥勒菩萨讲的，一弹指，32亿8000年。这个念头真的不是假的，八地菩萨的定功觉察到了。这是科学啊，你能看得见的。你清清楚楚体会到啊，八地以上，八地、九地、十地、11地，妙觉，菩萨最高的这五个位次当中，他们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修到这个位次的时候，你也就看到了，那叫清正。没到位置，像我们先前。这个程度是从经教里头听佛说的我们相信佛已经亲证这个事实真相决定不是假的这个广狭是说的是空间。下面一条呢，第九，古今无间呢，这讲的是时间空间跟时间突破空间，跟诸位说，缘尽没有了。你看，微尘里面有法界，哪来的缘尽呢？时间突破了的时候，先后没有了，古今没有了，我们现在讲的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了，30没有了，观彼久远呢，犹若今日。看过去久远，就像看今天一样；看未来久远呢，也在今天一样。未来能不能预知？能。你把时间突破了，你就能看到未来。所以。我在初学的时候看过一些预言书，我向李老师请教，这些古今中外的预言可靠吗？能相信吗？李老师告诉我，真正的预言大概都离不开数学，是从数理上推断的。我们知道，数学是科学之母。中国的这些预言呢，根都是《易经》。能够知道，但是要真正有研究的人，有功夫的人，没有甚深的这个功力的人的时候，他所说的有问题，就不能相信。
真有功夫的人，他算得很准呐。那我们看《了凡四训》里面所记载的，了凡先生被孔先生算得很准确。居然从他15岁遇到孔先生，到35岁的20年，每一年的命运跟他算的丝毫不差。他是读书人嘛，参加考试，每年参加考试考第几名？没错，每年的时候国家给他的俸禄。就是给他的生活费用完全准确。20年都不能改变，所以他心里想着，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算了，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了。命里注定的嘛。命里注定有，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想什么方法你也求不到。那不如什么都不要想了。所以他每天静坐，以后遇到云云谷禅师。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坐了3天3夜，他不动一个念头。云谷禅师感到他很奇怪一般人3天3夜不起一个念头，做不到啊。问他用的是什么功？能够3天3夜的时候。不起妄念他很老实告诉禅师，他没有什么功夫，只是命被人算定了起妄念也没用处，不如不起念头。云谷禅师听了就哈哈大笑，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个凡夫所以我们称他做标准凡夫。我们是凡夫，都不够标准。标准凡夫跟他讲啊，业因果报的道理啊。你的命从哪里来的？谁给你定的？是你自己过去生中业力主宰了你。过去生中修善，那你这一生呢，享福。过去生中造恶，那你这一生中要受罪。业因果报丝毫不爽那再细心观察，我们每一天的变化与我们的业力有密切关系我今天很快乐，你一定有善心。我今天哪个地方不舒服，你肯定造于业障。你只要细心去观，不要问别人老祖宗说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要信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只要有了问题了，不要向外找，向内找，问自己。自己认真反省一定把原因找到。原因找到了，把原因消除，你就恢复健康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呀！可是我们一个人呢，因果同三世啊，有的那个因很深的，就过去世啊。你说冤亲债主，是过去世吗？冤亲债主有形的，有无形的。有形的你知道，
无形的你不知道，你没看见，通通在你身边，对你生活磁场，它会干扰。你积功累德，你的氛围好啊！啊，那些看不见的冤亲债主，他回避，那就是你走运了，他不干扰你。啊，那你的这个好运享尽了，后面没有继续修缮。那造了很多恶业的时候，是好善的享尽了，那恶的现前了，那这些见我看不到的冤亲债主，他又来了，啊，那你的氛围就非常不好，通通有原因呐，啊，这个地方你细心去观察的时候，因果同三世。啊，佛家对这个事情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佛教弟子啊，要知道啊，改恶修善。要知道啊。破迷开悟啊，更高阶层的要懂得转凡成圣，这是佛法教学三个目标。前生次第不同，先教你断恶修善。啊，续世今生，你所得罪的那些人物，你要知道跟他化解。啊，所谓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啊，从哪里解起呢？从自己解起，从自心解起，就是自心对于一切冤亲的人再也不怨恨。再也不恨别人了，啊，不但不能够有报复这个念头，怨恨的念头都没有了。然后升起什么？升起大慈悲心，要爱护他们，要尊敬他们，爱护他们，关怀他们。啊，进一步的时候，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那自然就化解了。这绝不能求对方，求对方啊，这个问题是永远解不了、解不开的。啊，那就是老子所说的“何大愿，必有余愿”，他就这个道理在啊。反求诸己，余愿才没有。这是真理，是我们每一天要做的功课。啊，功课是什么？就是何大愿。啊，从自己内心做起，让自己的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现前。啊，要把仁义礼智信做得圆圆满满，这些情结全都化开了。啊，具体跟诸位同学说，一定要好好去落实《弟子规》，落实《感应篇》，落实十善业道，你就做圆满。
的真干。啊，这个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有困难。啊，困难，为什么呢？困难是你的业障，你要有勇气消除业障。啊，消除业障是要很大的勇气，改过自新。啊，佛家讲忏悔呀，啊，真正的忏悔是什么？后不再造啊，这是消极的。积极的什么？以善意待人。啊，以真诚善意回报别人，这是积极的。啊，这个忏悔有消极的，有积极的。啊，同时下手，化解就不难了。啊，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啊，李老师讲的时候，第一个是从易经，啊，从数理。他又说，数学这个事情太精密了，那个是推算差一点点，所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所以有很多语言不准，就这个道理啊，差一点点就不准。他说第二类的呢，从禅定，禅定是限量境界。诸位要知道，禅定啊，突破空间、时间。啊，人在禅定当中没有时空限制，就如同说，如同催眠一样。深度的催眠的时候，它里头也没有这个时空维次的限制，所以它很清楚，啊，一时一时的很清楚，知道这一时。他出生的状况，一直到他死亡的状况，死亡之后他又去投胎又出生，他清清楚楚。啊，不一定呢，转人道啊，有时候转成畜生道啊。啊，我们最近还在这个网络上有一个新闻，有个同学。下载下来给我看，有个16岁的印度的孩子，16岁，啊，他讲在同一个家庭里面，啊，时间不长，在同一个家庭投胎5次，啊，2次是人身，有一次是。苍蝇啊，在他家里投胎是苍蝇身，还有一次是蛇身啊，被他家人打死了，还有一次是蜜蜂身，这讲得很清楚啊。你知道你投胎了，你的身体像什么样子？蜜蜂，你身体像什么样子？苍蝇，一家人。他投胎的苍蝇，家里人的苍蝇破子一下打死他。啊，不知道啊，那是他家人投胎的。啊，因为苍蝇、蜜蜂、蛇寿命都不长。啊，好像第一次投胎在家里，他家里是人，6岁的时候死了。啊，这一次这个是第5次的时候，是16岁。啊，所以时间都不长，大概就是30年的时间，在这一个家庭里投胎5次。啊，所以人要入定了，啊，真正得禅定入定了，突破了时空维次。
那么他看到未来呢，那就是真的，一点不假，叫限量境界。所以李老师讲，黄皮禅师，他有个预言师，他说那个应该是很可靠的。为什么呢？禅师是从定中看到的。世代的变迁呢？那是限量境界，这是非常可靠的，亲眼见到的。可是他见到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你们见到的时候，几百年以后，几千年以后，或者是几万年以后的事情，他见到的。这个里头有没有变化呢？有变化。这个变化常常在改变的。为什么变化呢？人心无常啊，念头无常啊，这个环境啊，这佛法里常说的相随心转。外面环境，环境也随着人的念头在改变。境随心转，人他要遇到善知识，遇到圣贤，遇到佛菩萨，他能够破迷开悟，他就能转变环境。这是肯定的。如果遇不到善知识，那遇到是妖魔鬼怪谁是妖魔鬼怪？他的念头，他的思想，他的言行，与无常相违背，这个社会就是妖魔鬼怪。这个世间的居民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这就世间是大乱之势人都染上了妖魔的气氛，会给世间带来严重灾难，会给自身带来不治的疾病绝症。人气长则妖邪这是我们学佛人对于语言的它可以做参考，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观察世道人心，你要细心观察多听听，你看这些人他说什么，他做些什么，他想的是什么，他念的是什么，如果是善，这个世界前途是非常光明，如果是不善，那就有灾难这是什么？这是从因果上来看的因果通三世不但能看到现前呢，你能看到来世。如果定力深的人，他能看到后世能看到很多事以后，他都能看到，都很清楚。这个里头有大道理
我们再看末后一条，即用无碍。不起灭定，现诸唯一。这一条说的是什么？那用我们的话来讲是大修行人。或者讲呢，这是佛菩萨再来的人，绝对不是普通人。为什么呢？他不起灭定，如果从下一代来讲呢，他是妙觉位，也就是说无时无明的习气，这41品习断得干干净净。他在哪里？他在常寂光里面呢。那叫灭尽定啊。把妄想分别执着统统灭尽，习气都没有。在这个境界里面，这是太明显了，起不起作用？起作用。现诸唯一，它起作用。这个作用就是说明，常寂光是自性的离体，自性本体里面呢，没有物质，也没有精神，这个现象都没有。可是物质精神现象都是从他那里发生的，所以他是本体，他是真的永恒不变的。有物质有精神都有变化，那换一句话说，决定离不开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弹指32亿八千年，精神现象离不开这个原理，物质现象也离不开。那什么东西离开呢？自信的离体没这个现象。真的没有。这有很多人问过我，正道究竟的自性回归到常寂光了，还起不起作用？有不少人问过我这句话。我告诉他起作用。怎么知道起作用呢？我举现前的例子。日本江本博士的水实验。水它不是动物。它也不是植物。植物还叫生物啊。它是矿物啊。它能够看，能够听，能懂得人的意思。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现在的名词叫有机体。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所以常寂光是活的，它不是死的。
它不是物质，它也不是精神。啊，就像水一样，它肯定能够收到变法界、虚空界所有众生的信息。众生起心的动念的时候，它会有感应，会收到信息。啊，就像水一样，它能收到一切生物发射出来的这个波，啊，这个信息的波，它能收到，它有反应。我想，常寂光应该也同这个道理啊差不多，啊，所以常寂光有反应。啊，这个反应呢，就是下面讲的现诸位。这个诸，就是多数不是一种啊。佛在大乘经里面讲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这就叫现位。啊，应以佛身得度，就现佛身。什么时候现佛身？不是佛的意思，是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众生用什么感呢？自性会现佛身，那都他呢？释迦牟尼佛在经教跟我们讲了，设法界第一个业因，我们想到这个就知道了。啊，什么样的心，佛来感应，平等心。我们的心地要清净平等，决定是你见到佛身。如果我们的心有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的心，肯定现菩萨。那我们是十二因缘的心，一定是圆觉；我们是苦集灭道的心，一定是阿罗汉。你看，我们用什么心去感？自性的反应就现前了，啊，他就能现身。啊，六道里头，天上品十善，还要加上慈悲喜舍，叫四无量心啊！啊，这现天人天神的心。啊，现天神的时候，来度化，来帮助你。啊，那我们刚才讲的五常、八德，五常八德现人身。啊，那如果是贪心呢？啊，贪心呢，你见到的是鬼身。嗔恚嫉妒，你见到的是地狱神。啊，愚痴糊涂，你见到的是畜生神。确实啊，像楞严经上所说的，随众生心应所之量。啊，自信能现无量无边身，同时现的。啊，你一定要晓得，它没有空间的，
自性在哪里？就在现前。啊，虚空是他现的。他比虚空还要虚空。虚空还有个相貌，他连相貌都没有，他无处不在，他无时不在，啊，他跟空间、时间毫不相关，所以一念之间，这个一念住要记住，啊，我们从弥勒菩萨这个开示的话，啊，我们知道，啊，是一秒钟的。1280兆，啊，1280兆分之一秒，那么短的时间，那叫一念。一念之间能现无量无边身，在哪里？在遍法界虚空界。为什么呢？所有一切众生，那个众生真是无数无尽啊，他都有感啊。既然有感，他当然有因啊。因有四种，感应有四种，有显感显应啊，那我们很明显的能觉察到，有显感敏应，啊，它暗中的我们没觉察到；有敏感显应，有敏感敏应，啊，我们的感有时候有知道，自己知道；有时候自己不知道，不知道叫敏感，啊，敏感有时候有显应。啊，敏感敏应更多，非常普遍。所以，一个人的心地不能不善良啊！啊，自信能现佛菩萨，能现圣贤，能现正面的。能不能现反面的？当然是现反面的。你不善的念头，它现你反面的，妖魔鬼怪。那现这个干什么呢？现这个帮助你造罪业，因为你想造罪业，帮助你造罪业。造罪业的时候，马上就现的时候，你受果报，三途果报。从极其苦报当中，你忽然觉悟了，然后再现善的来帮助你提升。所以，三善道度众生呢，三恶道也是度众生啊。我常常讲啊，三善道是消你的福报，你不是修了很多福吗？三善道消你的福报。那三恶道呢，是消你的罪障，不是坏事啊。没有三恶道，你业障怎么消？消得了？业障消不了的话，你永远不能见性，你不能回头啊！回归自信重要啊。最明显的教诲，就是《华严经》末后啊，善财童子53参啊。啊，早年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他特别介绍《华严经》给我，告诉我，在这本书
是佛经哲学概论。这本书里头有圆满的理论，有精细的方法，后面还带表演。这是世界上哲学书里头最好的一本书。我刚刚接触啊，他知道，他说你看不懂啊，你去看清凉大师的疏钞啊，看注解，你会感动啊。我通过老师的介绍，所以对华严呢特别一种喜爱啊，虽然是看不懂，我很喜欢他。我一出家，第一部买的书就是《华严疏钞》，啊，那是现装本，40册。这个原书现在放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啊，由他们保管。那么根据这个本子，我们翻印，印了好几次，我用的是银印本。53参师，53讲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从早到晚啊，所接触的一切人事物，那就是53参。啊，53参，我是圆满的智慧。佛家讲的善巧方便呢，它显示的淋漓尽致啊。啊，53位佛那不是菩萨了，53尊佛应化在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信息呢？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所看到一些人事物，里面有很多佛菩萨在里头，可不能轻视啊！啊，轻视就得罪佛菩萨了。他虽然不怪你，我们与自己信德有损伤啊！啊，那用什么心态来看这些人事物呢？学善财，看到所有一切人都是菩萨，都是我的老师。他善心善行，我们要跟他学。啊，看到之后想想我有没有？有，很好，要保持下去。要没有呢？没有，跟他跟学习。看那些做卧的，那也是菩萨实现的。啊，造的是卧业，你知道了，那是错误的。你回头想想有没有？有，赶紧改过。改过自新，啊，没有很好，不要犯他那个过失。他是在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所以你那个清净平等的恭敬心呢，升起来了。这是什么？这是真心啊！如果你迷惑颠倒啊，看到善的喜欢，不善的讨厌呢，你看。你还是堕落在二法里头。53参最重要的一个目的是教导我们回归到不二法门，明心见性。世间人有没有坏人？一个坏人都没有。为什么？老祖宗说过，人之初性本善，啊，你从他本性上去看，都是善人。
在佛法里面讲，你从他本性上去看，《华严经》上讲了很多遍，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你从这里去看呐，他是佛啊，他故意装的这个样子，在舞台上表演呢，表演一个丑角。他那个表演用意很深呐、啊，问题是你会不会看呢、啊？你可别看错了，他是大慈大悲，在视线里头帮助你，帮助你觉悟，帮助你回头，帮助你提升。所以，一切众生都有恩于我啊！你看，我们回向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痛苦。啊，这个众生恩，众生恩呐、啊，地狱众生对我们都有恩呐、啊。我们看到他那个视线的时候，不敢做坏事。没有他那种视线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以为做坏事没有关系，这就是现诸威仪啊！现诸威仪，不起灭定，佛啊！从广义来讲，《华严经》上说的。从初住菩萨到究竟果位，42个位次。《金刚经》讲的诸佛如来，是这个意思啊！啊，通通应现在世间。没有智慧的人，自私自利的人。啊，搞名闻利养的人，搞贪嗔痴慢的人，他看不出来。真正修行人，修清净平等觉的人，他看出来。啊，什么时候你成佛了？哪一天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佛，恭喜你，你成佛了。哪一天你看到一切众生都是菩萨，你就成了菩萨了。你看一切众生是善人，你的善根现前了。你看到一切众生都不善，你的恶念现前。所以我们修行跟环境有没有关系？可以说有关系，也可以说没有关系。为什么说有关系呢？你没有真正觉悟，你会随着环境在变化，起心动念分别之处，你依旧搞六道轮回没有关系。如果你真修行的人，像经上所讲的，不起灭定。我在境界里头学什么呢？学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境界跟我没关系。对我有帮助，没损害。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我学什么，我学不分别，不执着。先从这下手。啊，到这个功夫成就之后，再往上提一步，不起心，不动念，你就成功了，你就圆满了。
啊，顺境善缘，在这里面学什么呢？学不生贪念。啊，用《金刚经》上一句话帮助我们关照：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我们对于顺境呢，对于善缘呢，就不会起心动念了。啊，看到是逆境、恶缘，学什么呢？不起嗔恚。也要用般若经来关照，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知道万法皆空，了不可得。你看，不管什么环境，都能够帮助你，成就你清净平等觉。你能不感恩吗？你能不报恩吗？啊，知道感恩，你就知道报恩。用什么东西来报恩呢？提升自己境界，报恩。啊，在境界里面如如不动是定，寥寥分明是慧，用自己的戒定慧来报恩。啊，戒是什么呢？无论什么环境，应酬的都恰到好处，那叫戒。啊，不管是顺境逆境的，哎，你处事待人会做到恰到好处，啊，一点不过分。啊，顺境逆境啊，你都能有人缘，大家看到你都欢喜你。你也在里头实现了，啊，你实现给他看了，他实现给你看了，大家都在一个舞台上啊。这个舞台就是大方广佛华严，你能不能觉察到？啊，这个舞台就在现前，我们就在台上，一切众生也在台上，没有台下，台上台下是一片，啊，这叫不二法门，啊，所以用，即用就无碍，即是什么？我们讲浅的，不要讲深，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起作用就无碍。啊，除顺境善缘没有障碍，除逆境恶缘也没障碍。如果你要是有分别执着，那你就有障碍了。啊，什么障碍呢？顺境善缘肯定起贪爱的心，起贪念。啊，逆境恶缘里面一定起怨恨，起对立，啊，起报复，他起这个恶念呢，啊，那障碍就麻烦来了，啊，你就造业，啊，造善业三善道受报，造恶业三恶道受报，除了受报之外，还有恩怨。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记住，恩会变成仇，仇不会变成恩。这个境界就愈陷愈深。
造业受报，业事比业事残酷，痛不可言呐！诸位如果好好去念念，以文昌帝君胤祉文，他自己叙述，业事七世为士大夫，啊，这就是三世因果啊。他讲他十七世士大夫是读书人，他所造的罪业，所受的一些苦难，太凄惨了。啊，为了报复啊，发动战争呢、啊。那一个战争，你说多少人冤枉死了？这个账都要算在你头上。你本来是报复一两个人而已，可是你用的手段太残酷了，用战争做手段。啊，一个战争，多少人生命财产没有了？啊，那到下一世，你怎么还这个债？啊，欠命的要还人命。欠债的你要还人钱，你还到哪一辈子你才能还清？啊，诸位要是真正把《感应篇》、把《文昌帝君胤祉文》啊这些道家的因果报应的事情啊，儒家里面有25史里面的感应故事啊，这是历史上真有的，历史上记载的，细细看看，细细对照，怎么敢起一个恶念？怎么敢随便得罪一个人？你要不是急用，决定有报。急用没有报，急用是什么？他没有分别之处，他没有起心动念。啊，这种业呀、啊，在佛法叫净业，它清净的。啊，这个清净的标准有一个很简单的道理，那就是无我了，有我就不清净。你什么时候能够做到《金刚经》上四句话：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造的业就是净业了，还不是真正的净业。近似就相似的敬业啊，什么是真正敬业呢？这四个念头都没有了啊。《金刚经》后半部所讲的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不但没有相啊，念头都不生了，那是真正的敬业啊。所以真正敬业是什么人造的呢？法身菩萨啊，四圣法界里面，四相破了，相似的境界不容易啊！啊，这些理事因果啊，是我们先前迫切要学习的啊，怎么样学才能收到效果？如果真正想学，真正有明显效果，你要发心去讲啊，讲给别人听啊，
中国古人常说“教学相长”，我常常讲给别人听，每讲一遍就是讲给我自己听一遍。别人能够学到多少，我们不知道，自己晓得，自己遍遍熏习，遍遍都帮助自己提升一点。成年累月呀，你要有个20年、30年、40年呢，你成就了啊，自自然然成就了。为什么？熏习的啊。佛法常讲啊，熏习成种啊，熏习成了根，善根、种子。它才会起作用。没有这样的熏习很难。为什么呢？烦恼的习气太重啊，听了这个经教，今天读了经，听了这个讲经，听得很欢喜啊，出了大门忘掉了啊，看到外面境界还是老样子，随着境界转啊，它不起作用啊。那为什么？外面那个习气，你熏习的时间长，它起作用；佛法这个时间，你熏习太短了，你不起作用。那如何能够在佛法熏习的时间呢，大于啊长于这个烦恼熏习的这个时间，你才能转得过来？那肯定是要长时间啊！古人给我们讲的一般的标准是5年，5年决定不中断。你转变了，会不会退转呢？还会退转啊！要到什么时候能不退转呢？不退转总到20年、30年。尤其现在社会啊，不善的风气太深了，诱惑的力量太大了啊，比过去人修行呢超过百倍都不止啊。古人要是拿到今天来，很多人也不会成就啊。那个时候他六根接触的这个境界比我们现在清净啊，染污没这么严重，他容易成就。现在染污是非常严重啊，能够在今天成就，古人不能不佩服你啊！啊，他在这个环境他不能成功啊，你能成功，你不是普通人啊！啊，这个事实真相道理啊都要通达明了。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一段呢，这个摄种无碍，我们学习到此地啊。在下一次我们经文解释一下，这一段就圆满了啊，二柱啊。好，谢谢大家。